近日，国内首档年轻演员品训真人秀《演员的品格》即将上线。此次何炅助阵真人秀，他表示，对新人演员演技的打磨是节目组讲究的品格的基础，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对演员这份职业有尊重之心，脚踏实地，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后踏上演艺圈，怀揣着低调诚恳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下去，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演员。节目利用这些细节之处来锻炼新人演员的态度和用心，不断地培养新人演员的心性，希望能让新人演员们认识到，只有先打好做人的地基，才能够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搭建演艺的高楼。